剪一下绑一。对，先剪剪到底座里面的线，如果没掉的话，你就看拆个宝箱。上面的宝箱。宝箱对。还有电机短路，电机卡死了，电机卡死了，你像电机短路或卡死，你不得换电机了吗？你拿个东西敲一下，敲一下，这左右前后是这里，这是管，这是左右电机，这是左右电机。哦这个绿色的这个前后对、啊、这边有不是有三个电机吗？嗯，就给它敲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用、哎、这个上下嗯，这个上下这左右，你要是前后卡死的话，你就敲这边这个电机。嗯，前后敲后面的。对对，敲这里，敲电机尾部，这里敲一下。主要的就敲前面这个，主要敲下面这个白色这个。哦，对，下面哦，敲白色的。对，白色的。就上下的话，你就直接打个保障盖，这样敲一下，差不多保障，这个保障盖。这一般可以用。对。那如果还是不行，不行的话，是电机短路，要换电机，换电机，跟刚才那里一样的情况。